想和蔡徐坤一起享用美食吗？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当拥有我们的专业团队支持的时候，一切都有可能实现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日一个名为去演出的账号在短视频平台上引发关注。该账号发布的视频显示，只要出价几百万到数千万，就可以和一线明星、运动员甚至商业大佬一起吃饭、唱歌。平台提供的邀约报价单显示，张颂文600万，张艺兴、肖战和蔡徐坤都是3000万，周杰伦3800万，五月天5000万，梅西5000万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如果足够有诚意，价格还可以低，比如蔡徐坤标价3000万，可以降到2000万。邀请这些明星的话，需要先付款50%，而且邀约不到明星的话，并不会补偿违约金。据演出在平台上的备注信息显示，其属于一家名为上海运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企业。天眼查显示，该公司在2021年曾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。6日，记者通过12315向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一情况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将对此进行调查。